快下去，下去，我要打到他了。你能不能走啊，孩子？你走我们吧，碍你什么事儿他了？太烦人了，他怎么会骚扰我？我们这么可爱，他对骚扰呀、啊。我是真的。小猫，你这个屁股，他骂我，怎么办？往你爹那边挪点。你下去吧，下去吧，孩子。哎，小，小猫他还拒绝。救我！啊，他又来了，小猫你又去你来爹了。那边去，对，坐在这儿，离你爹近一他点。点我，他太妨碍我了。你说他多讨厌吧？他非要歪头，一抬头然后就挡住了我的手，我细腻的操作就不见了。小猫帮你赢。我跟你说，永远有一个暴走在等着我，可是他一直只是等着我。小猫就帮你找到了赢不了的借口嘛。这孩子太坏了，不会聊天。我们躺在这儿，输了就怪我们，是不是？我们小猫多贴心，对不对？好宝宝，反正你也赢不了，你都不懂我们小猫的心。我现在进入了关键的时刻，我不能跟你们愉快的聊天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小猫伤心。你为什么这么多话呀？你特别影响我操作。你赢了，输了。赢了，但是因为他一叫，我刚才一进厨房，发现我的面没发起来。你看，都是他的。你你干面嘛没呀？发起来，跟他叫我有啥关系？他叫唤的，把我的酵母都叫死了，是不是你？小猫骂你呢。把我的酵母都勾搭走了，那是我的发面酵母，你是什么酵母？啊，你有南瓜车吗？它是小小酵母，你有水晶鞋吗？你没有，那你凭什么叫酵母？他说他就叫酵母，怎么办？嘿，给我扔一下。娘，不走了，他又回来了。请不要用你的屁股对着我，谢谢。我都能想象到我刚才那样到底有多难看。嘿，哎，怎么还动粗呢？行了，该走走吧，孩子。这儿已经不欢迎来，小猫坐，往你爹那边挪一点。对，坐在这儿。好，趴下。哎，怎么真又来好。一个呀？他又要开一局了，要帮他赢啊！小猫，咱们给他喊加油。这孩子也要上来。来来来，孩子在咕噜，给你。哎呦，我天哪！我这不是幼儿园。小猫骂他。哎呀，你逗死我了！肉肉怎么你了？你告诉我。你为什么怕肉山呢？啊，孩子，肉肉怎么你了？好宝宝，好宝你听见他骂你了吗？他骂我了。他咕噜咕噜，你忘了。